四宝嘿嘿一笑，嘿嘿，盗墓贼不敢当，反正摸金倒斗啊倒是会一点，等咱们下了真墓啊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。叶少阳无语，两个人坐在岩石上吹着山风聊了起来。叶少阳说道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怎么突然剃度出家了？四宝笑道，我说是为情所困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要是为情所困就该出家的话，那最该结发的是我呀。四宝哈哈大笑，过了一会儿敛起了笑容，缓缓地说道，安静峰禅师的死对我触动很大，具体我也说不好，可能是佛缘到了，所以就出家了。那你还喝酒吃肉？哎，千万别说什么酒肉穿肠过之类的话。哈哈，实话就是，肉好吃，酒好喝，戒不掉，只能慢慢戒。叶少阳无语，这玩意儿还得慢慢戒的，又不是戒烟。四宝朝下面的幽灵鹿努了努嘴，什么时候办了那个女鬼？等瑞冷玉过来。叶少阳把瑞冷玉即将到来的事说了一遍，四宝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，那姑娘捉鬼降妖是个好手，只怕她来了以后更是乱成一锅粥了。乱？怎么会乱？叶少阳不懂她在说什么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谁唱主角？叶少阳猛然明白过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，你是和尚，你老关注这些干什么？好吧，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叶少阳不想聊这个话题，拉着四宝下山，一路上说着自己跟陈露打交道的经过，来到幽灵路上方的一块岩石上，居高临下的望去，找到了紫月藏身的位置。你确定是这儿？四宝看着他手指的方向说道，确定，这旁边有一块岩石，我当时测算了位置，就在这方圆五平方米之内。两人仔细观察了一番，离开此地一直下到山下，找到了小饭店，坐进包厢。四宝翘着二郎腿往椅子上一坐，捧着菜单点菜，来一个牛肉火锅，一个把肘子，肘子要烧得烂一点啊，这样油脂才能流出来，肥而不腻，好吃。四宝看着菜单上的配图，忍不住舔了舔嘴唇，一抬头看见服务员面色怪异地看着自己。啊，怎么，你没见过和尚吃肉的？服务员摇了摇头，啊，真没见过。四宝哈哈一笑，哈哈，和尚我是修心不修口，无荤不下饭。服务员感觉碰到了腰嗓，匆匆地离开了。哎，你也低调点。叶少阳抱怨道，跟这个酒肉和尚在一起，连自己的人品都要被人怀疑了。菜上来了，四宝又要了瓶酒，两人边吃边聊，研究如何把紫月的真身逼出来。我认为应该利用紫月不能离开幽灵路的优势，先布置好阵，等逼出紫月之后激活阵法，用阵法的力量来弄他。四宝嚼着一口肘子肉，满嘴流油，配上他光秃秃的头顶和身上的袈裟，场面简直惨不忍睹。叶少阳摇了摇头，不忍地看下去。所以啊，咱们俩可以合伙弄一个水陆联合阵法，到时候一起激发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他。叶少阳哼了一声，哼，你想的真简单，你去幽灵路上布阵，紫月会在一旁干看着，还不直接给你秒了？如果去幽灵路旁边布阵，你就算把漫天神佛请来，人家不出去，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？四宝摸了摸光秃秃的脑门，不然我们想办法破坏幽灵路的大阵，然后再跟他斗法。你想都别想，那阵法是用来压制下面古墓的，你把大阵破了，紫月的能力是减弱了，这铜甲狮王可就出来了。莫操，那要这么说只能霸王硬上弓了。叶少阳白了他一眼，斗法的事儿，怎么你用词听上去都这么下流啊，跟那什么似的。嘿，你能听懂不就行了吗？叶少阳沉吟了一下说，现在的问题是对手不止紫月一个人，
不然以我们俩加上瑞朗月，绝对能弄死他。问题是那个梁无师肯定回来打秋芳，咱们得先解决他跟那只阴虫，然后再去斗紫月，反正紫月在那儿也走不掉。四宝说道，你能想到这一点，那个泰国巫师肯定也能想到。我要是他，我就躲起来，让你永远都找不到。你还能一直放着紫月不管？叶少阳叹道，我也是担心这一点。雨晴眼下在找他，林晓也在找，如果一段时间找不到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两人吃完饭一起回到酒店，各自回到房间。叶少阳先洗了个澡，脱了衣服，突然想起这房间里看似自己一个，其实不止，赶紧先把腰带解下来扔到床上，自己穿着裤子进入浴室，洗完澡穿了浴袍出来。一进卧室，两个美女端坐在床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。叶少阳差点给跪了，就知道会是这样，还好自己吸取昨天的教训，好歹身上还穿着浴袍。叶少阳挠着后脑勺，分别看了看陈露和杨思玲。那什么，算了，我还是换个衣服吧。叶师弟，不用了，跟我们不用拘泥小节。陈露一脸诚恳地说道，我们只是出来透透气，马上就回去了。叶少阳无语，这时候要是有人闯进来，那就有意思了，自己这不光有美女，还有俩。两位女鬼见他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明白自己在这儿的缘故，道了晚安，各自回到自己的灵符去了。叶少阳无语，摇了摇头，睡袍也不脱，上床去躺着，翻着自己通过洛书推演出来的那两篇文字。刚看了一会儿，忽然一股阴风从窗户吹进来，摆在床头柜上的惊魂铃铃叮当当地响了起来。厉鬼来袭，大半夜的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到自己房间里来的鬼还真不多。叶少阳从床上站起来，把腰带抓在手里，突然这股阴风之中，他感知到了一股庄严圣灵的气息，而没有一丝怨念。难道阴司有人来了？正迷茫间，房间里的灯突然灭了，一个人影穿墙而出，手里提着一只鬼脸灯笼，灯笼里发出了绿光。再朝那个人身上望去，身穿着一件大红蟒袍，头戴皂帽，一看便是阴间里的文官打扮，官袍上绣着飞鸟，乃是公曹职位，在人间也就相当于科级干部，但大小也是个公务员。